地球的夜晚被成千上万个城市的霓虹照亮，夜幕下的城市灯光璀璨，从太空俯瞰北京，点点亮光和绵延灯带代表着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呼吸和脉络。透过卫星的眼睛，我们可以站在地球之外注视北京的夜晚。卫星发现，十年时间里，北京越来越亮的灯光触达了更多地区。从高空看去，在天安门向南46公里处，有一处意义夺目。一座机场到一座航程，被称为新国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投运3年多，正以多样化的服务迎接世界各地的朋友，已成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。卫星的影像变化也是时间的注脚，大运河北首一个脉络清晰的城市副中心正由蓝图变为现实。几千个日夜，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跨越式发展，从一纸规划蓝图变成一座充满勃勃生机、承担北京重要一亿功能的城市。北京城区的线状网格中有点点星光闪烁成片，格外特别。北京 CBD 作为北京对外发展经济的金名片，在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中已提升至全球第7。作为北京国际化要素最集中的商圈，北京 CBD 国际级商圈正加快建设。闪耀的灯光也折射出北京与世界的链接，蓝色的水立方，金色的鸟巢，见证了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的诞生。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，这些场馆将现代奥林匹克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，已成为地标性建筑，最终汇聚成为奥运遗产的重要内容。灯光亮度表明一个地区的发展和文明程度，都市街巷中的灯光见证了北京的奋斗发展，社区广场的灯光描摹了北京百姓的幸福生活，车水马龙的灯光延展了北京连通世界的脉络，星星点点连线成网，闪耀的北京向世界发出一起向未来的邀约，向宇宙馈赠独有的陆地星河。